安如磐石，这次是飘到我是石头，叶明，往返自然，踏，头马正欲，还有雨，头还是，固若金汤，天理长驱。
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。集合，大家都睡醒了吧？莫娜刚才说有重要的事要宣布。君临幽夜净土后，晨曦出战之时，确实令本皇女心旷神怡。小姐的意思是她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。我们也睡饱吃饱了哦。嗯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刚才我用水占盘看过，有一处新的幻境已经在那边的岛屿上汇聚成型，而且如果直觉没错的话，应该与我有关。这次是莫娜呀，之前几个幻境莫娜都陪着我们去了，这回轮到我们去你那里看看了。没什么好看的。梅吉司徒司情，您是在不好意思吗？不，怎么会呢？我才不担心大家看见过于寒城的幻境，从而对我这个人产生偏见呢。都说出来了。其实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占星术士很超凡脱俗，对吧？我担心万一我的幻境不是那样。本皇女可没有在期待那种愚昧无比的事。我也没有，倒不是不对你抱有期待了，但我认为莫娜你本来就是个亲切善良的人，不需要伪装。怀抱平常心的人，其幻境也会呈现出相应的亲切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对呀，再说我们去莫娜的幻境也不只是观光旅游，还有别的目的吧。这样啊，那就好，只要你们别太期待，我就不紧张了。好，那出发吧。水占盘上显示我们已经到幻境了。先找入口。会不会是那边那个？这看起来好像是个水池。不会是要游泳进去吧？哦，难道我们之中有旱鸭子？我倒觉得问题可能不在这里。有人害怕了是吗？那好吧，就由我来打头阵。开始了。他对游泳很自信，所以开始炫耀了。小姐，注意措辞。先走一步。莫娜跳进池子里消失了，我们也快跟上去。好宏伟的建筑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。喂，莫娜，你的幻境太厉害了吧。虽然比起幽夜净土还是寒碜了一些，但也不错哦，梅吉斯图斯情。太好了，幸好不是什么被老太婆训话的课堂，面子算是保住了。天才占星术士的幻境当然得气派啦。接下来开始搜索吧。Thank you.
跟上去。一直以来，占星术都是我引以为傲的事物。我自己的声音，咦，这难道是？我深信这门学科的价值，也坚信通过占星，我们就能窥见万物的运行规则。居然是我的自言自语。人们得知我会占卜，纷纷向我提问。我失踪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？那个人究竟爱不爱我？我能康复吗？将结果如实告知他们。诚实会招来厌恶，可我无法对崇高的占星术说谎。占星术就是骗人的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想静一静，能请你马上出去吗？他们失落的表情变成了刺向我的利刃。我猜到了，却还是很难过，犹如坠落深渊。
没祭司徒四群，这太让人难过了。别安慰我，我会很尴尬的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你需要拥抱吗？不要了，这些是我以前的感悟，那时我才刚接触占星术没多久，现在可是老手了，不会再被凡人的意见撼动。真令人意外，宫廷大法师梅吉斯图斯青也有混得很差的阶段呢。被人误解的生活一定很难熬，你能释怀真是太好了。其实真有人因为受不了这些忍痛放弃了占星术，但我是天才嘛，肯定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在这么宏伟漂亮的地方说这种话格外有魄力啊。很好很好，再多夸一点。那个，无意叨扰各位的雅兴，不过那边有扇门哦。好吧，等解决这一带的问题再给你们机会使劲夸我。周围变了，这里不是我们出发前的海滩，看起来应该是蒙德的山地，难道说我们被送到蒙德了？但周围还是无垠之海呢。周围应该有刚才那样可供进入的水池，在这边。直接进入，水面上好像浮现出什么东西了。这是画吗？还是似乎在提示某个地点？是希望本皇女带领大家前往那里呢。怎么又是你带队了？算了，谁带都行，总之先把这个地方找出来吧。对你有用便好。
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了，算了，等想起来的时候再差人送来好了。醒醒，快跟上去。
占星术令真实彻底显现，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。没关系，碰壁也是占星术修行的一环吧。我必须更强大，才能学着说服他们。在山上遇见了陌生的冒险家，他和我一样是来摘野果的，还分了我一些。作为报答，我应他的要求帮他占卜，结果令人恐惧。我劝他尽快放弃冒险，否则不出两年就会丧命。他沉默了，意外的他没有怀疑我占卜的可信度，只是表现得十分为难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要继续前进。冒险家可不能害怕困难呀。这样说着，他又提起登山包，向山顶进发了。